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，我是小马。今天呢，再给您分享一期 Python 的视频啊。不过在分享之前呢，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能够开通我 YouTube 频道会员的朋友们，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哦，真的是非常的感谢。同时呢，邀请您加入我的 d i s c o 的专区，咱们一起讨论技术，分享代码。好，那咱们马上开始今天的主题吧。什么内容？大家请看我的标题。 OpenCV 去除图片的背景。对，今天我给您讲解一下，咱们如何使用 OpenCV 这个库来去除图片的背景。但是丑话说在前面，今天我给您介绍的这个函数，并不能够保证百分之百去除您图片的背景，它只能够去除一些个相对背景简单的图片的背景。 听起来有点绕口啊啊，其实是这样啊啊，我曾经为这个如何给图片去背景想过想过多个解决方案，一个呢就是使用今天的这 OpenCV，另外呢是采用深度学习 segment 分别的方法呢进行去除，其实深度学习效果更好啊，但是那个呢代码量比较多，而且呢前提知识也比较多，我可能放在今后的课程再给您介绍。今天咱们介绍一个相对简单而且实用性也比较强的 OpenCV 去除背景的方法，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吧。 好，那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，就一个使用 OpenCV 提供的功能去除图片的背景该怎么做。咱们使用的是 OpenCV 的库，那么我呢先给您访问一下这个 OpenCV 的网站，好不好？马上开始。 OpenCV 在这个图片识别机器学习界真的也是鼎鼎有名啊，没有之一。大家请看，最近他还在举办这个 OpenCV AI 包的 Campaign，有兴趣朋友呢可以参加。今后呢，我小马这个技术频道呢会不定期的给您介绍一些个 OpenCV 的最常用的操作，都是很实用。希望您能够关注我的频道。好，咱们回到今天的主题。 好，那咱们马上开始啊啊、呃！首先，咱们先要安装这个 OpenCV 的包。如果有安装没安装的朋友，您安装一下。今天呢，我给您用的是 Python 的版本。其实 Python 的版本也可以用在生产环境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。 如果您的生产环境，或者说您的客户的生产环境数据量太大，要求的性能真的是非常的高，哪怕优化零点零一秒，您的客户都高兴的话，那么我觉得您就不要采用 Python 的版本，而采用 C 加加的版本，好不好？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。咱们闲言少叙，马上开始啊、哦。好，因为我刚才已经安装过了，所以说这个地方应该就不用再安装了。OK，我现在用的版本呢是四幺二，这应该也是最新的版本啊。 好，安装完之后，大家往下看，这个呢，其实是我以前自己做项目的时候写的一个函数，对吧？这个函数我今天并不打算一行一行的给大家讲，您呢？ 拿到我的这个代码之后，您自己去运行，然后自己去感觉一下这个函数所做的处理，或者说您在每一行后面都打上一个 log，看一下它都做些什么工作，好不好？呃，大体上我这个函数处理的过程就是是这样啊。咱们如果用 OpenCV 在处理图片、分析图片的时候，咱们最常干的，几乎一百人有九十九人都要干的事，就是第一行，把图片要灰度化。 一般是彩色图片分析起来难度相对较大，那么一般咱都灰度化之后再分析呢，相对容易，而且呢速度也比较快，分析的结果也不差，好不好？一般就是说，呃，先把它灰度图，然后呢通过卡尼函数，然后取到边界，然后呢精细化，然后再高斯羽化，然后呢加蒙版，加完蒙版之后计算蒙版和原图之间的区别，然后然后蒙版跟原图一叠加，切出背景。 这是大概的，我这个函数的总体的逻辑，我今天不给您一行一行讲，您要注意到我使用的，呃，四维二这些个每一个函数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包括这个找边界，对吧？有兴趣朋友呢，您就拿我的代码去跑一下，去实际运行一下，您就知道其中的异同了，好不好？换你话，换句话说，我这个函数您拿来直接用就可以，好不好？那么怎么用？我今天给您讲的是怎么用啊？大家请看，往下走。 啊，首先大家请看，这一上来通过这个 OpenCV 打开一张图片，这没说对吧？然后大家请看，我给您的用法是，这我给您留下这五个参数，对吧？您只要调节这函数的这五个参数，哎，基本上啊能够达到您去除简单背景的需求。 好不好？OK，啊，这是五个参数，您呢随便在您的本地就可以调这五个参数，没有问题。然后大家请看这个地方是如何调用这个背景。呃，第一个参数不用说了，咱们传一张图片对象进去，但这我是传设拷贝啊，你不不传拷贝这无所谓。然后呢，加上这五个参数，指定卡尼指数，这个其实干什么？这个就是图片羽化以及找边界的过程，其实这几个。 这五个参数才是最重要的。您调好这五个参数，您找到清晰的找到了边界，您就能够去除背景，好不好？然后最后这一行呢，是把咱们找到去除背景的这个图片存成本地的文件，这就是大概一个过程嘛，对吧？因为我今天用的是这个 Google Collab 啊，所以说存成文件也行。但是呢，我更愿意用一种受显示在咱们这个页面上的方式给您显示。但是咱们先运行一下，好不好？ 好，那咱先言续咱们先运行一下。我先以这个存图片的方式给您运行。OK，是这样啊，存完了。现在我要跟您说一下，先刷新一下啊。啊，我先给我先跟您说一下，今天我给您准备了三张的 Input 的图片，然后呢，咱们都把它输出成这个 Output。咱们先看一下这三张图片都是什么内容，好不好？Go，因为我最近正在玩这个。 荒野乱斗，所以说呢，我准备了三张荒野乱斗游戏的图片。大家请看，这都是带背景的嘛，对不对？都是带背景的图片，对吧？咱们来去除这些个背景图片。相对我的背景还算简单嘛，对吧？咱们试一试啊。呃，我刚才是已经去除了 input 一的背景，咱们看看效果。大家请看，大部分背景是已经都去除掉，对吧？咱们看看原图。啊。OK，这是原图。 这是去掉之后的图，对吧？OK，比如说有朋友说你，我还想再调参数，再让它去的更好一点，好不好？能不能调？能调。比如说咱们调一下这个高斯羽化，对吧？再调上几？比如说三，是吧？运行。因为是这样，这些参数如果您调的不好的话，它系统也会报错。比如说你层不对啊，层数不对啊，层数计算不对。大家请看，这因为这羽化程度降低，所以说这个边缘会清晰的看到，对吧？所以说咱还用刚才咱的参数就完了，是吧？再再运行一下。 再刷新，是吧？看稍微羽化一点啊，这是高斯羽化，但是后面的背景确实被去除掉了，没问题吧？OK，接下来咱们再试试第二张图片，对吧、嗯？然后呢，我就不给您用这种保存图片的方式了，把这张屏蔽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 CSV 应该说这么说吧，就是这个 OpenCV 啊，它给咱们提供了显示图片的函数，但是默认的函数。 在 Google Colab 里面并不能够正常执行，那么怎么办？这是我这期课程给您的一个小技巧啊！什么技巧？Google Colab 给咱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函数，咱们使用这个函数就能够内部的使用 cv2 来在咱们的页面上显示图片。咱们试一下啊。调用方法也很简单，就这个 cv2 下划线 image show 就能够出来。比如说，咱们先看一下原始图片。 原始图片应该就不用看了，因为它这个模式不对的。大家请看，这是原始图片，但是因为我这 RGB 跟这个 BGR 通道发生了这个倒换，所以说看原看这原始图片是不对的。咱应该看这种去,去除背景之后的图片。好，咱看这张图片。好，那咱们试试啊，马上开始，Let's go。大家请看，原始图是这个感觉，对吧？然后经过咱们去背景之后。 大家请看，脚底下的背景并没有去除掉。那么怎么办？调整这些参数吧，对吧？咱调试试看啊。去的还是还不是特别好。那么您怎么做呢？今天我就不在我视频中给您调了，您就来调整这些个参数，让它羽化结果能够找到这些个蓝色，然后呢，跟找到旁边这些个蓝色一样，把它去掉就可以。 好不好？OK，然后咱们再给您演示一张第第三张图片算了，因为我这一期也不想时间太长、啊。这张图片是这个潘妮，咱们看看他去的效果怎么样啊？大家请看，这是潘妮的去的效果，大家看好像还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潘妮的周围看起来相对比较简单，所以说呢，它去除的效果相对比较好，是不是？OK。 是这样，我为大家说一下，今后如果如果有的朋友说 OpenCV 去除图片效果不好，我想改改，我该怎么改呢？有没有什么方法？是这样啊，今后呢，我可能会给您用深度学习的方法找到图片中的每一个区域，因为深度学习找到区域比咱这 OpenCV 找到区域稍微的要更合理一些嘛，对吧？咱们找到区域之后，然后呢，把这区域的。 内容给它去除掉，做成一张蒙版给它去除掉。那个我机会有机会再给您介绍。我其实前两天用这个拍透视实现这么一个去背景的呃样例，有机会吧，我再给您介绍。今天呢，大家请看，虽然说咱们去的并不是很完美，但是没关系，您通过调整这些参数，慢慢的让它达到完美，我认为是可以的。甚至有朋友说，您可以在这个地方，这不就是反正就是这五个五个这个参数的循环吗？呃五个参数随时调节吗？您可以做一个多循环，分别。 调大、调小这些参数来达到一个您满意的效果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今天给您听的函数，我觉得作为简单的区域背景来说还是可用的。像这个潘尼，啊，去的就算还可以嘛，您说不是吗？ 好，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了。其实内容并不是很多，我是把我以前一个压箱底的函数拿出来共享给大家。如果您的业务需求中有去除图片背景的需求的话，您不妨试一试我的函数，看看能不能达到您的效果。不能达到效果的话，没关系，这地方您自己做个循环，把参数都调节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出您所想要的效果吧。OK，以上呢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。 我的源代码呢，会放到我的 d i s c o 的会员区，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下载参照。同时，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，希望您能够订阅一下我的频道，并且呢点赞转发给您的朋友，拜托大家。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，谢谢您观看，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